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《高清重玩《恶灵骑士：实况流程》第11期，现在开始，《恶灵骑士》了，第11期了。这个什么，人们来点火焰，加点血，来点火焰。话说这来点火焰就是加血了，这个屌了。是有种，这好像生化车间，还是这是一个生化车间。日本武士，我这个暴君，咱们俗称他为暴君。变异的暴君，大风车压制，咱们还是用的大风车压制比较好，比较稳妥。我让你给我躲，大风车压制 ，QTE。这个 QTE 尽量抓紧时间。无射，我大风车还是压制还是比较好的，大风车，没子弹了，咱们上没子弹了。直接进门，来到生化车间，这好像是一个生化车间吧？呜啊！我让你呐喊声，吐气。就是这个暴君，类似生化危机中的暴君。咱们还是大风车压制，救急。这个恶灵骑士可以和那个什么战神和对抗吗？还是什么的，战神。应该是鬼泣。我隐身啊，卡死他。妈的。没血才能成啊！大风车压制，大风车压制，没血了，大风车压制，我靠，操！好了，救急。大风车压制，这边人们一扫荡，用上大风车压制，真烦呀！大风车压制，
风车压制，大风车压制。全程大风车有一个，完了，哇，真险啊！这会真险，没血了，已经没有血了，给我点火焰，给我来点火焰，这什么？大什么？大鲸鱼？大鲨鱼还是？雾气蒙蒙，好的，咱们赶紧来点火焰。火焰是必需品。火焰，哎，没了，没加满吗？这就没了。固定视角。关羽在刷新。随着紧迫的音乐开始展开一度真实的战斗，听俊逸。来股大气。蓝色火焰，满屏的红绿魂，红蓝魂，有些夸张。他妈的，还得大风车压制。升龙拳，不射，大风车这个技能还是比较好使的。我们习惯用了大风车，啊，压制，大风车压制，他妈的甩，大风车。四不像的坏。九七一。遇见你这种还是用大风车解决。
好了，欢迎大家。